Hello Dominic。Hello Michael。Dominic， 我知啦，你每一次啲客咧，你都盡心盡意，一定希望幫到佢哋嘅。但會唔會都有啲個案係令你都愛莫能助嘅咧？哇！真係有一個 case 我好記得，就係佢幾年前啦，佢一層私樓，好早年300万買嘅，咁去到前幾年咧就升咗去1000万。咁臨退休嘅時候，佢做啲乜嘢咧？佢做咗轉案，咁佢攞咗500万出嚟，跟住就買咗海外一啲樓啦，同埋係大陸嗰一啲嘅商鋪，諗住係收租。但係點知咧發生咩事呢？就係、是貶值，跟住個商場咧係死城嚟嘅，咁收租咧嘅回報率咧非常之低，得買咗100万嘅租鋪，但係出嚟收租咧其實得1000蚊一個月嘅啫，即係唔係好抵嘅，因為100万你買年金你都有3-4千元啦，係咪？咁另外就係佢嗰一層咧海外嘅物業咧睇都未睇喎，網上買，咁跟住發生咩事呢？就係佢連嗰層樓咧就凍過水啦，因為有啲嘅阻滯，層樓到而家咧嘅幾年都未收到咯，咁所以佢又唔識睇嗰個家嘅語言喎，跟住就揾一啲嘅翻譯咧就將佢變做英文。如果真係上到法庭嘅時候咧，個文件都唔係原本當初你嗰個契約嘅語言，可能會有啲誤解咯。咁所以佢真係見財化水啦。就算佢想係申請長者生活津貼都好啦，呢、這個咧因為佢負債比較高啊，因為負債比較高啲，所以咧我幫佢諗盡辦法都無法咧去填補翻佢層樓，因為佢想做安老按揭，但係做安老按揭咧要係俾翻筆錢噶嘛。個層樓如果係完全佢供款曬嘅話咧，咁就有得搞嘅，佢就唔需要因為呢層樓嘅關係咧就唔夠錢使咯，反而有一個終身嘅退休收入咯。咁所以我幫佢計完條數之後，真係難搞。呢個真係除咗呢個 case 之外，仲有一個咧親自打電話，我發覺，咦，佢又係去到晚年先至做轉案嘅喎，個個真係搞唔掂啦！呢啲真係。所以咧，其實有時層樓升值固然開心，但係升值之後嘅選擇更加重要啊，係咪？係啊，因為你轉案之後，你其實每個月仲要還錢俾銀行㗎。但係我唔係好建議咧，退休人士退休仲有負債孭喺身嘅。所以如果你本身退休嘅時候將所有負債都清還曬嘅話咧，你反而退休係更加安心、安定、安穩、安樂。資產招標申請唔到長者生活津貼，破咗 umbrella 隆重呈現終身退休收入保障。我係 Living， 退休更安心、安定、安穩、安樂。呢個電話。